安。我知道，我就是看到你在这边啊。没有办法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没有，我想说至少我上来吃个东西，你也可以帮我生一下。真的是寻求庇护。哇塞！对啊，男子可以捡到剑，可以屁股飞毛打下去。哎呦哎呦，你们配合很溜啊！坐着坐着，哎，下去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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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死在他们家。哦，活下来！是你们掉下来啊！是你们太好笑。寻求庇护，很好笑。我想要在他们那里放战神。太多次了，他们那个跳台不太好。啊、哦，我没有见识啊！等一下，草船借箭，等一下，来，借一下，借箭，谁是草船？对面的，草蛇借箭，好像有点猛。哎，你不要过来啦！哎、嗯，又买一个出柜了，是不是？在，我已经故意两发射歪了。可以再买一个，还没附魔。有人可以帮我买箭矢，然后跳到上面，帮丢给你，丢给你是不是？也太难了，杰瑞，可以啊，买页面岛。你打叶子就可以直接上去了哦，页面岛，对，可是页面岛现在可以了吗？它是比较后期才可以，一点可以买。对，后面寻求庇护，是贼 pig， 是贼 pig。哎，西瓜，西瓜，啊，下去了，还要上，还要上来，要干掉，哎，有爆炸声哦！我是我，小哥这边有用吗？对，还是你们要买一个那个，这是可以有伤人的那个岛啊。嗯哦，行商岛、欸、还好。为什么这里会中毒？他、欸啊、为什么这里会中毒？耶、欸，挖掉！在哪里中毒？作者刚刚放了包什么东西？诅咒岛啊！诅咒岛的吧？知名中毒的。哎、欸，诅咒岛，好靠哦，好陡哦！哇！分数的差距了。哎、欸，那爆炸很猛哦。哎、欸，我也在这位置开始玩雪球了。哎、欸。这诅咒怎么弄掉啊？挖掉嘛，你离开远一点，那边有核心，对不对？核心挖掉吧，核心挖掉啊！这里全都是我们的岛啊，没道理他在我这边放、哦。他那个吧，他在我们的战神丢那个吧，信物吧。哦。会有力量三个，杰瑞，杰瑞，五六十。哎，好，来，感谢。哎，真的哇，他扔那个了、哦。对啊。你现在是不是有力量三？他这。对。就要、啊、就力量三秒五啊，六十秒。好，他把我们的战神岛变成狂战士岛，狂战士岛就是那个战神岛有力量三、哦，但是会负面效果，哇哦，而且是毒到爆，中间找人伤人吧，就毒60秒，毒到可以换，把那个换掉就可以了，啊，再就用别的效果把它洗掉，对，哎，那好毒，那谁怎么弄？那超毒的，那绝对有问题，我身上没什么东西，哎。欸、我不是要再买一个书柜啊？不是，那再买一个附魔啊？三个人挤在附魔，买啊！买！不要犹豫，买起来！他们是想要炸我吗？每次都听到爆炸声。对，他们也想炸你跟射你。哎，刚才那个，因为你在上厕所蛮久哎、欸。啊，就还没上死。又爆！哇！巧克力那边好多人，最左边也有附魔、哦，最左边超恐怖、啊。最左边，小雨上次上很久哦，对吗？对啊，尿结石，你是要等30哦？对啊，结石哦，我现在16，想等30，快了，再7等好了。结石哦，超那那你先站。哦，巧克力，巧克力吸引一下他们的那个，我要吸剑士。哎呀，杰瑞要剑士，剑士。可以啊，可以。那边袋子，那边怎么？后面。没问题。好，我没事。我打下去，把它打下去。杰瑞后面戒指哦。哎，戒指，又有给你了。哇，补给兵，对。杰瑞，你那边是怎么上去的、啊？叶片药水，叶片药水。不然就用中介珍珠上去啊。哦，对，还有中介珍珠。偷珍珠太奢侈了吧？家里面有啊。这总是要上面有个人。对呀。嗯。就温暖了。真的，高空狙击手。哎、欸，他们人都已经靠到比较近了。嗯，他们都靠在那个。我来共享经验了。你战神好啊，吸得到经验。他放了一个战神岛、啊。会有。
可是他们没放核心，所以我去放，这是我的啦。哦，哇哇，直接跳上来丢我雪球，好像没死。是我。哇，三根。我好想射巧克力哦，怎么办？巧克力我要丢喽。好，丢。有 nice， 有。有吗？有炸死一个。哇，你那个炸到那么近还在炸。好了，丢光了。他们右边有战神哦。丢完了。就 kill 我欸，我刚刚想直接活物那样嘛，直接射下去，可是都不讲。你要说谁啊？嗯，有两个人啊。可是那样干掉他们没有捡到装，可惜。右边有战神跟那个分数哦。挖掉。泽平，你是要高阶附魔吗？对啊。哦。帮我跑来干嘛？哈哈哈哈哈！要不然我就再去买个异国书过来啊。对啊，在哪买、啊？气噗噗，哎、欸，作者、欸，他怎么突然出现了？哇！作者突然又跑出来了。对啊，可以看你再去买什么书柜啊？来，异国书柜。买都买，想买的什么都买。有啊，在哪？中间那个底下，从右边下去。有人在下面买了哎、欸，要买什么？喂，谁啊？感觉都是作者吧，因为我刚刚也是遇到作者。六个箭子，人家要去，可以。哇，那个西瓜在下面换东西，赶快阻止他。他死了。那东西，可是村民不见了。掉下去了，他掉下去了，我看到了在下面。村民不见了。哦，村民回来。回来。嗨，村民欢迎回来。扛住。剩一只新的。哎、欸，你们有没有人要过来打？啊。分给我点青金石。我们都在等一锅书柜。我累了，我累了。我在运输柜啊。你在运输柜回来了，等他一下。有一个人跑到我们家来了。哎、欸，作者进来喽！打死他！挖掉一个。作者挖掉我们一个啦！喂、欸，扁他，扁爆他，打爆他脑袋。哦，打了。脑袋，砍！来了，送书柜回来了。欸真、哦、是贵的回来了，你在后面，打错人了啦，白痴啊！走了吗？嗯，够狂！冲！你冲！你绕背，对对对！没有啊，东西嘞？为什么？谁知道你是吧？是他、哦，没有，不在我身上。哎、欸，被吸走了、欸。我看班杰克丢了，可是书柜没有跑出来。德平，你要再检查一下你干嘛？没有啊。他点油酥给吸光了，没有哎、欸，先让我拿一点青金石好不好？那我等。我给你，我等。可能被吸走了吧？这里有啊，这里的有。哎、欸，有一个蓝队要过来。我刚刚有两个、啊。第二个没有。那个坐着在挖，坐着在挖。哎、欸，打一下，我想要收一下。来。那我再下去一次好了。哦，痛！哎、欸，捡到后面。狂战士。各种保护啊！你再下来吧。没，可以。可以吗？往下去了。好，你下来。哇，上面被他们占据了，是不是？哇！哇，你要攻略啊！哦，你是弄到那个力量吧？是，一直啪。反正你要不要点装？给你。啊，我看看他们。我们现在前线没人，然后他们会群魔乱舞哦。又你有些装不见了，应该是作者又来了。加了吧，作者。嗯。我挖到最后一个，作者，我们的异国书柜被吃掉一个，真的是被吃掉、啊？对啊，我再买一个，只要又被吃掉，那就真的是被吃掉了。哎、欸，杰洛，我帮你放回家喽。好，我不敢站进去，那里面会中毒。一中毒就中毒一分钟哦。拿对方的稿把那个给挖掉去。先挖掉，先把洗掉。不然就是那个。杰克，你要去买那个异国书柜，所以去买那个力量。我已经搬书柜回来了，我把它挖掉了。那个对，你先挖掉。东西在后家里箱子里。欸、你要退开啊！好脏啊！好脏啊！脏。有吧？没有你就丢，然后离开。它有时候会比较久。一二三四五，有了。可是刚刚有一个被吃掉了。嗯。不知道、欸。被吃掉20个绿宝石。可能泽平在那附近吧。没有啊，我的身上没有。没有，就你的存在。
好吧。三十等好久。上面那个洞里面有人发光的。哦、oh, ，好，我过去。我一个锋利一击退二给你。哦、oh, ，太好了。杰瑞，你好嗨哦。好嗨啊！牛上去了吗？作者又来了，作者又来了。他在家里读得很嗨。下去了。这个作者就很想挖。只要手上没问题了。左上角西瓜。西瓜，西瓜，西瓜，我看到了。他怎么跑去的？下去哦，上面有人。Jerry 那个上面的 Jerry 换人了。上面换一个 Jerry 的。我要上去打爆了他。看来我们都有宿敌了呢。都有宿敌，都有宿敌。这一场有那个哈基跟杰瑞的仇恨值。什么都没看到。那个，没事。放加分技能，Hello。他们每个人都带身上带信物哎，烦哦。干嘛？有人偷挖了，作者又来了，就是那个啊，中毒了，作者中毒，跑进去，跑进去，跑进去，中间，哇！这是他们家吗？为什么这么多人？我走到他们家了吗？你走错家了吗？你是哪里？你是谁？重点是竟然被挖到了，好猛哦！作者真的很猛，不愧是迷宫地图，这不愧是他做的地图，所以他没有挖绝减速哦。不是，有啊，那怎么这么多他们的人？那个没了，是不是？我放哪个？那个、啊、哪个？守护者，因为守护者没了，他才可以直接挖。应该是。作者又来喽。你去买。长怎样？红队守护者来喽。那就那只骷髅、啊、上面那个吗？对啊。我现在就是核心，只要有守护者在就、右边有一个，右边有一个附魔呢。哎，我的附魔哎、欸！我买了一个超强吸精液的东西，啊、放在。我放就死了。啊？我放家里的箱子。什么？我们家的那被拆光了，我们家的分数被拆光了。这组织好不能放守护者，你现在来讲，然后还吃走，重点是你吃走。三七七，我说可以直接攻啊！左边分家里要补哦，家里箱就只有前面两，家里面的要补那个核心啊。对，就前面两个可以。那哇，那个西瓜一直来，补核心，就是小核心，要买小核心，要买小核心，二十个铁可以买一个。对，都是现在都买小核心就好了，用小核心来补守护者。中间又一个人来喽，有人守吗？嘿，我在主打下树，你不要来啦！哦，原来是新建有多看不懂啊，太多文字啦，没注意到啊，对不起啊。哈基你不守家了？哇，小野，我刚刚是他飞走，是不是？我击退嘛，击退一下嘛。留在你后面。我后面怎么？有人来吗？那不是蓝蓝的吗？不是。家里稍微注意一下，我去。毁灭他们！坐着，好。哈基，这，这边二楼有人不行啊！我跟你换，有啊，二楼有人，啊，有这边二楼里面有人，有蹲一个，这边。感谢。好，我直接挖他们家，挖到了。好，哎呦，好，哇，好，他们有枪，过去了，他们有枪毙哦，注意一点。哎，又一次，又一次，哎呀，你们回归啊！哎呀。哎呀，三次了！三下！哎呀！哦，阿纪，不用说，不用归了，冲啊！啊，冲是！先去挖嘛，我回来了，共存生态。啊，我把他们家绿宝都挖掉了，我也走了。漂亮！我只是来骚扰的，不要这样嘛！丢了！这就是因为他坑了我的绿宝石。小雨，他还追你？怎么一下他没装？没事，好凶哦，这好凶哦，哇，叫你 pig， 你这个 pig， 是这样吗？总觉得好像有私人恩怨在里面哦。没有，你的恩怨是找另外一个人，不是找我啊。我是说你喊的啊，好像哪里怪怪的。哎呦，哇，哎呦，我爆炸，你又被炸了。吓到，没事，我没事。啊，我把他打下去，没事。附魔岛只有两个啊！
他盾是被打爆是不是？所以他刚刚没拿盾。为什么？嗯，盾呢？盾消失了。爆炸。消失哎、欸，盾。真是消失哎、欸。消失脑盾。又放又放。为什么你们的盾都一下就不见了、啊？为什么？队友，你们力量有够厉害。欸、那个给你们、啊，你们很喜欢这个，我还你们。欸、哇，他们都守在那个战神岛哦。原来你们都走最左边。很可以哦，很可以哦。那最左边应该是他们自己盖的。